凶手是在当地朝早九点几闯入咖啡店挟持人质。这个有须戴上头巾的男人不时在店入面徘徊，有目击者说凶手曾经打开过个袋展示手枪。店入面有人高举凶手并有玻璃枪支，亦都有两个人质向窗外展示一面黑色底写上白色阿拉伯文的旗，内容是除了真主之外没有其他的神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先知。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联系。